美国有一度呢，可以通过所谓 Clean Energy， 就是新能源国家安全的法案，叫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结果没有多久之后，当时原来允诺要签署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最后却因为发生了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因为当时交换的条件就是这些共和党的参议员要求奥巴马批准在外海之处可以探勘石油，结果不幸发生了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结果这个法案没有通过。全球重视气候变迁的人都知道，美国仍然是全世界的领航国家。当美国启动这样的一个关于气候安全法案的时候，美国会定出全盘的法律，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市场。如果美国规定你的碳迹足迹啊，每一个产品都要列出碳足迹才可以进美国，或可以进哪一些卖场，你必须标示是碳足迹的话，它将是世界最重要的绿色改变跟绿色革命。但是这样的一个法案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共和党的支持。那个时候只有一位参议员呢，叫做 Graham， 他是共和党的，本来希望交换你只要可以在外海探勘油源的话，他愿意签署，但是时机点上就刚好发生了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这个法案就躺在美国国会再也不能通过。奥巴马在这次竞选里头也没有办法提出任何其他跟气候变迁有关的事情，只是极力的主张新能源政策。而奥巴马在这次大选里头和 Romney 除了能源政策，一个要新能源政策，一个只想建油管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就是现在呢，他刚好是现任的总统，他一直主张呢，整个联邦政府要扮演非常重要的救灾总署的角色。所以这个救灾总署呢，在美国有个称呼叫 FEMA， 这个 FEMA 呢，在罗姆尼过去这一段竞选的过程中，他好几次都说要裁撤 FEMA， 不是要删减他的预算，是要把这个机构彻底的删除掉，因为他有一个意识形态跟信念，所有大政府都是坏政府，而且等于共产党。所以美国的好政府就是什么？联邦政府要很小，然后把他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但是这一次其实证明，如果没有美国的军队派出7000多名的军队，还有提供各种硬体设备的话，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救灾，即使你把钱给他们，因为他们不可能有调度军队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一次呢，关于 FEMA， Romney 变成重重的受伤。他虽然在很多场合还是极力的投入救灾的工作，也去发了很多救灾的一些食品，可是美国的记者只要他一出现，就拿麦克风堵着他说，请问 Governor Romney， 你对于 FEMA 要裁撤你有什么看法？他不敢回答。后来一个记者就气了，就告诉他说，州长，我已经问了你14次了，你为什么不回答？而另外一边是奥巴马，奥巴马在这一次指挥救灾总署里头建立了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值得全世界包括台湾的整个政府机构在救灾里头作为检讨。他就是免除了官僚行政的方法，直接用电话。其实我们很多人呢，不管你是在买股票或者是在做其他的 confirm 的时候，都早就用电话就可以录音。那么这是奥巴马就说，如果这些金融市场都做得到，我们政府为什么做不到？所以他就透过 FEMA 的整个在开会的过程当中，直接的用电话跟 New Jersey 的州长、跟纽约市的市长、跟纽约州的州长直接的打电话，在电话里头正式完成所有的公文程序，直接授权。风暴续去的雨台下，选举进入决战关键的奥巴马已顾不得淋湿自己，下了专机就驱车直奔灾区。I am not worried at this point about the impact on the election. The election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 next week. 山地飓风难道会是美国大选又一个十月惊奇吗？不少人依稀记得4年前十月雷曼兄弟倒闭所引发的金融风暴，才让共和党选情崩盘，美国诞生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再往前推4年，2004，宾拉登透过引带呛虾也选在十月，但受惠的却是主打反恐牌的小布希。在9/11阴影笼罩下，惊险连任。Every election, we always talk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n October surprise. Well, maybe this time we got one from Sandy. It has made this a very, very different race. 2012投票前一周，山迪报道，两党同时宣布暂停竞选活动。却在危机降临之际，意外造就一对盟友。I cannot thank the president enough for his personal concern and compassion for our state and for the people of our state. 重灾区之一纽泽西州州长，过去曾是共和党内反奥巴马的头号大将。Now let's give you the plane ticket back to Chicago. You've earned.
克里斯蒂在政坛称得上精明政客，一度还是罗姆尼参选热门的副手人选，但风灾当前却不吝啬公开称赞对手。他声称是基于奥巴马高规格对待纽泽西，在还没亲自开灾前破例给出私人手机，让地方官员能直达天庭。 Phone at midnight again last night with the president personally. He has expedited the designation of New Jersey as a major disaster area. The president has been outstanding in this. 两人同车同机视察灾区，纽约时报形容就像拍一支以危机管理为主的两党合作广告，唯一的差别就是全美免费播出。 He has sprung into action immediately to help get us those things while we were in the car riding together. I think this is our sixth conversation since the weekend, and it's been a great working relationship. 我这支政治 tango， 克里斯蒂不是一个人跳，奥巴马那头更热情回应。 He has put his heart and soul into making sure that the people of New Jersey bounce back even stronger than before.山迪给了奥巴马绝佳舞台，擦亮了这块尘封中的危机领导招牌。特别是当数字夹杂在灾难泪水中，奥巴马显然知道该怎样让自己跳出来。You know, I've instituted a 15-minute rule essentially on my team. You return everybody's phone calls in 15 minutes. Whether it's the mayors, the governors, county officials, if they need something, we figure out a way to say yes. 因为灾难争分夺秒。奥巴马赶回华府应变中心，首要就是让大伙儿挽起袖子动起来。My instructions to the federal agency has been, do not figure out why we can't do something. I want you to figure out how we do something. I want you to cut through red tape. I want you to cut through bureaucracy. There's no excuse for inaction at this point. 他走进飞马，也就是美国联邦救难总署，亲自指挥调度。第一件事就是免除公文往返，中央地方得以电话直接沟通，完成授权，让这个在选前不断被对手嚷着要裁撤的机关瞬间活了过来。罗姆尼恢复竞选后的首次露面，被平民追问这个尴尬话题。他曾经在共和党初选辩论会上言之作作，要把救灾从联邦政府财政预算中砍光光，如今却只能顾左右而言他。风灾考验人性和政策完整性，从中央到地方都让人无所遁形。